我们离婚。离就离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说的，离婚。我们之间的事，你有了什么决定啊？现在家里情况那么乱，我们之间的事还是迟一点再说吧。你打算怎么样去安抚老婆？我还没想。那你要不要我帮帮你？我自有办法。有办法就不用睡客厅了。